我们是中国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东风 HUAT 车队，这次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日本赛，我们的成绩还不错，然后我们希望明年能够再来日本，再参加日本赛，取得更好的成绩。十月份我们将参加中国的襄阳赛，然后我们希望在襄阳赛能够发挥更好的成绩。谢谢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